只要家里的灰尘多一点啊，我的小孩就每天不停的哈去。换季时间到了，家里的清洁就格外重要。但是我是一个上班族，平常要忙于工作，又要照顾小孩，想到要打扫就真的很伤脑筋。自从我选用了无水痕多功能清洁组后，只要一组，通通解决我的困扰。六节铝管，长度有163公分，我可以轻轻松松的刷铁门、洗车，完全不需要再爬梯子打扫。多功能的风扇刷也很好用哦，只要这只小刷子就可以轻轻松松的打扫，例如车内装的细缝、冷气通风口、音响，就不再藏污纳垢了。我甚至利用等红灯的时间，拿这只小刷子东刷刷西刷刷，省时又便利，节省了打扫的时间，这样我就有更多的时间可以陪小孩了。无水痕多功能清洁组真的很好用哦，推荐您。我是一个家庭主妇，过年快到了，又是清洁作战期间，想到要打扫就很头痛。我女儿留长头发，每天都为了她清理她的头发经常去啊，想到这艰苦就爱等每天就是爱清理家，尽情都用传统的拖把，一些毛发都会粘在上面，很难处理，用手捏到5时间都复发了。啊，咱这无做是到底是想要做？用了胶棉拖把又发霉，真的很困扰。今年阮厝边介绍我使用无水痕多功能清洁组，弹力扫把很轻，很好用，毛发棉絮都不会粘在上面，清扫非常快速，又可以扫浴室的水，以防老人小孩跌倒，真是一兼二顾。无水痕清洁刷也可以清吊扇、铁窗、天花板、电风扇、百叶窗的细缝，有了这组，通通解决我的烦恼。